各位好啊，今天我们开始画一个很大的项目，就是荷花啊，在我们花疗里面的最大的项目，第一个就是牡丹，第二个呢就是荷花，第三个是紫藤。植物化花疗人呢，这三样东西都是必画的啊，必修的，而且这个荷花里面的内容，叶子翻折。花的变化很多啊，即使你上了10堂、20堂的，它会也有不同的东西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就把比较重要的形象来告诉各位啊。一般来讲，它最大的东西不在花的变化，而是在叶的翻折的变化。那么它在一个大圆盘里面，它经过风吹，经过不同角度，它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角度都会出现。那我呢？就把我多年来觉得里面比较重要的姿态项目，我把它统合的逻辑性的把它编出来，将来你们在看东西，它就会比较一目了然，就懂了啊，就会懂了啊。很多东西呢，我们刚开始都是很复杂，但一定要由浅入深啊。一下子有时候我们很多同学心太大，一想哇，我要学大的，我要学很多东西。反而很麻烦啊，反而觉得很困难了啊。那时候我在一直讲这是基础班，我就会把简化的让各位懂，然后逐渐的上去啊。我在现在很多大学的教授以前当年都是我的学生啊。那我每次回去的时候，那我就会教他更深的东西了啊，就是属于研究生、研究博士班这样的东西，那又是另外一个模式啊，所以基础上，各位看我今天怎么样来把它告诉各位一个荷花要画好所注意的东西啊，先开始。好，像各位开始啊，这个第一个呢，你看我整理这张图哈，我是尽量把它浓缩简化啊，其实呢，花最重要就是叶花。这个蕾啊，那么叶的变化最大，它有上百个变化。那么首先我们要去看它 A1 A2 A3，它在这个里面呢，是这次合起来，刚开始叫 baby 呢稍微慢开了，它的流程它开始开一点了，我们可以看到了中心，这看不到中心，那这看到中心了，开大了。现在两边开始翻出去了，中心越来越大，啊，然后它一打开，它就变到这样去了，啊，在这样翻折中间，它这 A 的翻折，B 它又出现了这个模式，就是翻完以后，注意到我们往往背用淡色，里面用深色，但是不全然哈，跟各位讲不全然。尽量反正两个对比，我要让叶与面哈，背与面之间呢做一个分化。你看它在升起来的时候这样看侧了，那我从不同角度，我从这样看它了。这时候我在下面看它，它这边翻得多，对面看到绿心的呢变少了。你看变这样的模式。好，再来呢，我不同角度出来以后变成这样模式啊，你看。背淡一点，里面深一点，那这个是很多，啊，少一点，好，这个是由它翻这样角的模式，侧面向上，从下向上看模式，但是它又出现了一个模式，就是我从下往上看，哟，它这个翻回来了，倒过来了，这篇往上，现在倒回来了，带回来的时候，你看会变这个方式，啊，下面，背面。那这一块翻起来了，啊，那基本上它原来是 C1、C2，那开始是一个正面，正面一翻以后，我角度不同了。这个呢是我站在这个上面看，这个时候呢我稍微侧一点下面看，哦，它又出现这样不同的模式了，啊，再来呢，更多的变化，这个变化里面呢没有背以前的变化。它是在平面
平面，结果风一吹以后呢，这一块波浪起来了，哎，它从里面又起来了，那这块哎凹起来又翻回来，啊，凹起来又翻回来，这样的模式，那这个时候都是正面，可是这一条线要重，来跟心里面凹下去的虚来做变化，所以在所有叶片里面，变化最不容易懂的是这一片，是这一片。但是你从这个流程里面再走过来，你就比较容易懂。所以这个时候这里会重，让这里虚，然后呢这一片实际上一个浪起来，它鼓起来了，所以看不到它真正的分化地方。那这个是所有叶片里面变化最大最多的一种，那你要去看出来这个情况会什么情况。但这是叶子变化，你懂得了这几个叶子的变化的时候，我想就没有什么叶子呢你会难得倒你了。好，在下面呢我们来看荷花。荷花单片叶子是这样的，像一条船啊。那最重要一点，在我们画花卉里面，为什么牡丹称为王啊，荷花称为后，就是两最漂亮。漂亮在哪里呢？它们最大特色有腰身，再就有个腰。看啊，那牡丹呢是比较上面比较宽，而且有齿有轮，它是收一面，它宽一点有齿短一点，但是有腰。各位去看哈，所有的花里面最漂亮的，你拿一半来看，最漂亮的就是牡丹跟荷花，因为这两个呢都有一个在靠底的时候有一个腰身出来啊。所以人家讲一个女生不管你胖和瘦，你要有腰，胖的也不嫌胖，瘦的也不嫌瘦，你就要有一个腰身出来，她就美了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她啊，牡丹为王，荷花为后，这就是它要这样变化起来啊。那么这个荷花，那荷花在中间可以看到一个圆心，它的刚出来的 baby 包包是这样裹出来的啊，出来然后开完以后，那我们常常花掉画枯荷的时候，就会画到它的这个花心花蕾，这个里面呢就是莲子，这边一拨开里面就是一个莲子。啊，就这是莲蓬，这是莲子。那我们画莲蓬的时候，注意到它的规矩，它边上会凸起来，它这个莲蓬不会长在边上，它有一个距离，然后它是有规矩的，大致上走，中间一颗，它旁边有很多卫星，中间一颗，然后错落出现，你看它围着它起来，而且。它有错落起来，那中间一颗，那旁边围起来，注意到这样画。那么它的边上呢，很多人画的太圆，其实它不是个圆，还有一点点的凹凸，所以有圆中带曲啊，这个线这样画起来才好看。那如果在正在盛开的时候，它这个下面比较饱满啊，比较带圆。当它如果枯了变枯荷的时候，这边水分没有了。它会变得很瘦很细啊，变得干，比较干，而且呈咖啡色啊，注意到。那它旁边的就是它的旁边呢，就有它的这个花序啊，在花蕊旁边的那个花序，那么一般来讲是金黄色。那我们在画这个时候呢，我们画这个时候要心莲子凸出来的部分跟底呢要拉开一点啊，不要都画成一个颜色。所以说我们观察起来，经常啊画家比较常用的方式，底色呢，这底下呢打比较接近黄色浅，那把这个黄蕾子的地方呢画成绿，那就会跳起来啊，它就会拉开啊。那么在下面呢会比较暗一点，可以用活的时候用深绿色，当它枯的时候可以用咖啡加墨画啊。那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我们可以用
倒过来，我们底色用了绿啊，用了绿啊，那在这个莲子呢凸起来，可以用咖啡再加点黄啊，那样跳起来，那属于走，反正两个都会拉开一点距离，这样都可以去表现的啊。那这个荷花呢，以往呢它是下面有莲藕，早期的时候呢我们都是用莲藕作为食物，那就它之所以出名，就是因为有个爱莲说，那是宋朝周敦颐写的爱莲说，他出污泥而不染啊，中通外直，他是形容，把它比喻一个君子啊，你在一个很贪污朝廷里面，你非常的清廉啊。然后呢，我中通外直是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个性就是说我们的性格，我们有很有内涵，但是我们表里如一啊，我们有很有气节。然后呢，你自然香远益清，让你在这个社会上，人家觉得你是个循循君子。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人家会觉得你跟你在一起很快乐，而且可以达到了我们讲益者三友的形象，叫有质有量有多闻，那就君子的风格。什么叫有质呢？就是他个性很直。当你有缺点的时候，我们好朋友呢会当面公开的呢夸奖你，但私下两个人的时候，他会指点你说你今天讲什么话不太对，你今天做什么事不对，但他公开呢就说啊你很好啊，这叫有质。有量呢，你有点什么缺点，有些伤了一点，但如果他知道你无心的，他包容你。那有多闻就是说，你刚在一起的时候呢，你跟他谈，他无所不知，什么都懂，哲学的、人生的、家庭的、宗教的，他都懂啊，有多闻。那这就是叫益者三友啊，那这个也就是君子的风格。所以说荷花就是表达这种益者三友的一种风格。所以今天呢，我们从现场我们来开始研究荷花的应该怎么画啊。谢谢。这样看啊，这样1 2 3 4 5 6 7，哇，越来越大啊，龙啊，然后我开始带，但是我要用我的笔肚子去把它渐渐染回去，如果还是龙，这边它转不过去了，等下它转不过去了，要利用这个肚子出来了，用这个肚子啊，我从中开始转过去，突然用肚子出来了啊，用肚子出来啊，这样染回去啊，然后回去。就发现还是龙，鼻头翘起来，用肚子擦，啊，用肚子让它变淡，就是要这样淡回去，注意到这一点啊，这里不要整齐啊，不要太整齐，像是齐了，甜一点，出来一点，这样凹凸。就是这样对准这个心下来回风中风，这样走笔下来回风出来重然后重停回风出来那么这里呢，我做一个，这里有个回风，1 2 3 4 5，好，
六戳过来，然后回上去，回上去，然后呢，把这里头上再一点水，对不对？好，我们把它让出来。这边就比较要小心一点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去啊，过来啊，这边往右来出，这边走，开始逐渐逐渐要变淡了啊，逐渐变淡了。这边来蘸水，蘸点水啊，最后把它变得更淡，蘸点水啊，更淡啊，然后这里变淡了，这里要变淡啊，这里蘸水，蘸水啊，这花色呢，有的包在这里，有的有包下来哈，下来，有的再大点包下来，下来，然后画梗，梗你可以带点红，下去，回风。那这个是花苞，那我们再画一个花，画完以后，我们略微给它加一点这个淡的浓的，翻走，翻出来，帮助它一下，这里就包括。一点点出来，这是大一点的出来啊，这个是花托，然后啊，那这就是啊，这个。